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警察会来大成抓我。董事会由你掌握，我才放心。非常时期，我只相信你。目标确保，我不会因为涉刑而被罢免董事长。陈泰，叫我辛总，立即召集集团董事大会。五位董事加上我，一个不能少。相信各位已经知道了几个小时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现在是我们大成集团成立12周年以来的至暗时刻。从现在开始，各位高管向我负责，并汇报工作。